这张卡，给我这张卡，就是要陪我玩，知道吗？如果跟我玩了之前不要玩了，你就跟我说，我不要玩了，你就收回去。所以给我一下，这张卡是跟黄宝琴玩游戏卡，是不是？只要给你这张卡片，爸爸就要跟你玩。那如果爸爸不想跟你玩了，爸爸就要把卡片收回来。那我要一直收回来。干嘛？不然爸爸一直跟你玩游戏。可是问你。好，你说。是玩玩具之前嘛，然后不玩了，你就跟我说不玩了，你就把这个收回去。你说就把卡片收回去哦。对。哦。来，你给我。哎，你又没有跟我玩呢、啊。我没有要跟你玩了，我先收回来、哦哎。我要跟你玩，我再给你。要啦，我先收回来啦。不要啦。那你现在就是要跟爸爸玩的意思咯。对。好，那我跟你玩，下次啊，我就要把卡片收回来了。对。好，给我，你先给我黄宝琴游戏卡。好，那我现在给你的，跟你玩下下。好，开始。你为什么没有跟我玩？有，我跟你玩，但是我要想一下我们要玩什么。我们来玩那个挖土机的游戏好不好？